明生和其他啦啦队团员在八日一起登上超商举办的音乐节活动，担任第二天的表演嘉宾。开场时，林湘以日本艺伎的打扮亮相，跳到一半则换了一套衣服，并带来一段热力四射的彩球舞。而林湘在后面还有一段双人舞演出，让现场粉丝全都嗨翻。主办单位还应景向观众洒水降温。演出后，林湘在后台受访，她表示最近为了排练超级紧张，每天都练习到凌晨。林湘甚至在演出前太紧张，意外在后台失控犯累，自称有焦虑体。林湘也解释，演出前真的太紧张，泪水一度在眼眶打转，因为她只要太累就会情绪敏感崩溃。不过还是很开心最后完成表演，也很开心看到台下这么多粉丝，心情很满足啊。